不换吗？你不换吗？为什么要换啊？为啥要换啊？就你为啥不换呢？为啥要换呢？不是，他们肯定也是很多颜色中有那个颜色。你们是几选几？集权是二选一还是三选一？我们三选一。啊，难怪，难怪，难怪了。你们想的是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排除一下。我们第一个题，颜色是跟水果有关。嗯，对。看了一眼呢，只有一个就是没有。对。第二个呢是地三鲜的颜色。地三鲜怎么能有红色呢？反正我们就觉得，我觉得应该是绿色，因为喜力赞助商是绿色，我觉得他90%会选绿色。第三，你随便编的。这太难了。你看他俩就知道线索的，但两队在那对呢，咱们俩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他们交换，你们交换。换的时候，你能给我们一点好吗？是我们被结盟呀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线索了，我们就可以更快推进嘛。你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吧，你说一下嘛。对呀。哎，把你的题说一半。说一下，想要是说一半，等一下我给你们念啊。真布布的磁盘颜色是。真布布的磁盘颜色是一半儿，就剩了一半儿。漂亮，漂亮，这跟那条不一样吗？一样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怎么样？我也可以再给你念一遍。